有一天我向阳想起来讲嘿，杜小叶啊，我都常常来，所以嘛超过真侪名人来吃，但是我介绍拢无好好啊，甲伊报道过哦。总统开我追啊！做多少钱哦？这是你的旗舰店嘛？哈，啊，做几年啊？加到今年第五年啊、哦。第五年啊嘛，哈，哎，啊，所以，哎，各种的人客拢有啦，哈。哇，毛进客啊，进客毛包括着两岸的进客啊，啊，天界界啊，毛有啊，像那渔夫的这些名人拢有。你看有认真无？迄虾啊吼，爱一只一只安尼，背后咱好高咧。伊这个大小我大概啊，台湾历任的总统应该拢捌来过啦。哎呦，这志玲姐姐在煮大米呢。这头家娘足水啊，免林志玲，免林志玲煮啦吼。哎，今天你的相机来说换底。哎，伊个说换底来啊。说换底，我啦，我说换底，今天嘛。哦。他跟夫人。哦，跟伊夫人哦。哦，哎、欸，你这卡拢没得洗哦。没得洗，没得洗啦。啊，你啊，蹲到像迄恁迄个镇店之宝啊，恁遮悬了，要安怎？甲挂起来啊！哦，挂起来。你会当挂起来啊？啊，挂起来从啊？啊，无你啊，挂起来起低。你会当家己说了自己搁甲滚滚的，搁会当继续，还是搁会发射瑜伽拍？好好好。台南金星社虽然是一个小吃尔，但是呢。一代过一代吼，拢甲传落去，就亲像迄卡肉丝安尼，越卤呢，啊，就越香浓啦。这边哪念？这是用台语念，还是用？等，米粉丝丝加面条，鸭边欢料，是吼？燕烧烧，多多是粉，是泡添加点。哦，多多是泡添加点。一段诶，蚊香就是猪的香嘛，哦。嘿。肉香嘛，吼。一段肉香哦，猪香诶。猪香，嘿，猪香多少钱？阿哥啥物？方味啦，芬芳的芳，伊个叫方味啦。红米窑啦，红米窑啊，这是杨乃武是什么人？杨乃武，你唔知？哎呦，我的那个有关不识泰山。杨乃武是古早时代的一个清朝的举人。哦，清朝的举人哦，哎，捌来捌食过大米哦。啊，无用来写一张给阮，给阮呐。给恁翁。给阮做阿姨呐。给恁做阿姨呐。对啊。几多人？除了那篇诗文以外。这卡就是因的镇店之宝，你来看顶悬的肉色，悬悬悬，亲像一座山嘞。阿爸吃，阿正，这边好吃。啊，我讲，阿爸吃，正，人生讲的，哎，对啊，对啊。